两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？白雪，最初呢，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，但是思前想后，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，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。琼哥，出什么状况了？这么着急？上面让全体保持静默，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，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，明白吗？